你觉得今年谁会赢？你说那 Alex 到了，也是入围男主角，是。我认识他。Really? OK, 有看过他的戏吗？有，小时候的时候。你现在看起来也是很小。没有啊。Yes, 你是个头套。好 ，OK, 我选他。看他的戏，我觉得他不错。从小我都看他，连你都从小看他的戏长大哈。哪一个你喜欢的？后人大哥。因为他很有经验。Why? 他很帅。哇，你真的很认真在考虑。哎，妈妈一年呐，是为什么你投他？因为他很帅。我听我说。对。这个吗？可以。最高的人气是熊耀大哥，恭喜恭喜！不知道女配的竞争又会是如何的呢？